好睇啊，好睇，好睇！第一次啊，睇呢啲被拍電影仲逼真啊！我驚啊！睇見呢個場面，驚係正常噶。廿幾個人喺尖沙咀馬路上面叫囂，現場係尖沙咀摩地道近七咸道南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有人較早之前喺酒吧發生爭執，於是各自吹雞。兩幫唔同黑幫背景嘅人士到場曬馬，喺街頭指罵對峙。据了解，上个礼拜六的凌晨两点，一个姓马的男人报案，报称上址有人打架，并且有人受伤，大约五个人涉案。不过警方到场之后就未见有人聚集和打架，案件暂列作纠纷处理。